如何交男朋友？抵制诱惑。宝贝，现在伴侣绿茶勾引你，要学会拒绝啊！哎呀，我定力很强的，不可能会上钩的。真乖，亲一个。啊，这就开始了吗？当然啦，绿茶无处不在，懂吗？再来。帅哥，一个人吗？没有啊，我就等我女朋友。在等我吗？苍蝇不叮无缝蛋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继续。然后现在我在讲要买东西。哥哥好帅呀、啊，哥哥。坐，就可以加微信吗，哥哥？不好意思，不能。可是哥哥真的好帅啊！滚开，别碰我。哥哥的口水都是香的呢。我有女朋友，请你自重。哎呀，突然好冷呀、啊！哥哥的外套可以借给我吗？啊，你给我走开，走开。那好吧。哦，我的好妹妹。